Thank you.
昆道，在风，昆道啊，昆道，三风，前道一风，在风，三风。好，各位亲戚，咱拄只咱的上帝甲咱这个，吼、哦，咱是由昆道，哦，先来向无尽路要行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咱今仔日哦，主办呢是由咱昆德点满书，啊，所以讲吼，咱就爱由昆德开始来积累。啊，可能拄只各位亲戚袂当习惯，啊，这是正确的哦，吼、哦、啊，来，兴业以和性等爱上单位体会班，班开始，哦，下五级老母行三鞠躬礼，昆道一鞠躬。再鞠躬，三鞠躬，前道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恭请点团师慈悲。请点团师慈悲，坤道鞠躬，前道鞠躬。点团师早安，点团师早安。好，各位请坐。咱主席，各位顾问，各位领领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团主，各位前代表，大家早安。点团师早安。我哈非常欢喜，今日呢，与咱的副经理，甲咱签的点团师呢。咱桃园啊，就是咱方秀前贤呢，被设立了一间新的佛堂，所以今日要开坛吼，啊，就是讲都有一只白羊的法尊呢，要开始起航了。啊，所以呢，咱副前人甲咱的方点文书呢，伊两个呢，拢去到咱开坛的这个新成立的佛堂。去做开坛，即新型的即圣殿，所以呢，就由佛学留意咱会赢的，来甲咱各位姐妹共同来鼓励，啊，甲咱各位姐妹呢共同来结一个非常好的即缘。那么当然，佛学会使啊透早嘞，啊，就是去甲咱四万五呢做一个工作，那即马来开班。等下呢，予我十点外就出发，然后要来台北，因为予我着下晡冰心的这个学习，所以予我十点半的就要来坐高铁的咧，去赴下晡的这个宣传的课程。所以呢，其实予我感受着讲，咱天文书店的咖啡，咱祖师爷皇祖、师尊师母的台灯，咱佛老真人、玉母大医生。的感召，佮有咱伊秀来的先生的点团师的咖啡，予咱主建人、副建人的这运费，佮咱各位点团师、各位大主人才、各界代表的这个支持鼓励，那么符合今仔日的外头这个意愿呢，而且佮咱各位进行共同来鼓励。那么当然，今日咱的班次也是体会班。啊，因为呢，咱就是分了两样，所以呢，有真侪干部呢，拢爱去台北，吼、哦，嘛需要要开团，嘛需要一些人才，所以呢，而且学校甲咱各位前人，来甲咱各位一个共同鼓励，也就是讲，今日咱若一间厝会当设立一间分堂，会使讲非常舒适，就像咱做侪前人大概拢出来有分堂的较侪吼，就咱出来有分堂就是会更加成分会当。到底人讲困难不等的，叫做会知啊，咱超市咱立马出站，就甲咱共同鼓励讲，我是佛对不对？因为咱若毋是佛，今日咱无法度来佛堂遮坐，因为咱本来就是佛来传世哦，本来就是佛。那么咱今日本来就苦就要清明灵明的主性，的主性佛，为甚物今日搁爱入这个体会班呢？咱要好依自心，不自负众，不自清净，不不动摇，不生不灭，对咱心满意。为什么点解伊就变明白？何下起初打入咱道场学习的时阵，何下拢家己安尼想呢？啊，这道理我拢捌的，啊，要去叫我去听道理，对不对？因为咱听道理，为什么咱会无啥爱？若来唱卡拉 OK， 还是来
山，还是来郊游，咱拢嘛足欢喜，对不对？但是咱这一般哦，咱的总领领啊、所长啊、班主啊，伊鼓励咱来遮参班。那么当然，咱对伊就是来开会。那么要来开会的咱的智慧。所以讲，咱拢是轮回的这个经济。那么今仔日，咱透过咱道场，咱伫护法护法伫大庙的时阵吼，咱较无咧讲一贯道哦，还做小咧头讲，咱是一贯道的团体。咱普通拢讲是传统文化的这个团体。那么咱传统就是古著啥物，内底要学习啥物？传统文化就是咱四书五经，过去圣人先佛留落的经典。啊，讲佛道经典，啊，要度众生，因为咱众生有八万四千个百病，伊留了八万四千个观，拢要对治咱众生的心病。所以呢，而且本来有一个智慧，有所八万，哦，就是咱讲的太阳光本来光强强的，伊得得光足足，好显现。我咧后发现真侪危机吼，啊，就是讲你今日伫这个，伫咱这地面是。阴天哦，像咱若坐好汉若坐去天哦，可能就无没有飞过云霄啦，因为你坐天哦，底度二十五分就到啊，会当离飞机顶看到地面的厝哦，像迄观音花脚啊。啊，若要去泰国，要去哦，较远个大陆青岛呢，咱飞机是飞过云霄，才是乌阴天，但是飞去晴空万里。那都因为咱的主修佛是共款，哦，咱是本来经得得经足足，但是咱无咱的主修在天五欲六尘七情八魔，咱未卖大一个所在，啊，咱爱用啥物来说？用啥物话来挂真理？唯有真理，用钱绝对买袂着。哦，为甚物讲咱若来时常来听道理，有受真理的滋润？哦，啊，洗涤咱的心灵的兄弟姊妹。咱的气质拢会无啥共款，哦，拢会无啥共款。啊，就是讲咱的脾气毛病无法度人改到非常非常的好。可是，咱有加减啊咧改，哦，咱有加减啊咧改。上进无像一般咱以前还袂学习进前，伊种的习性，哦，伊种的习性。因此呢，无法安尼体会来听道理，其实就是要改变咱家己，影响别人。啊，因为呢，咱时常听咱前人甲咱慈悲，咱即些个备用地主，即期备用期个备用地主，会使讲非常非常的重要。为什么咱讲伫咱求得三宝生活个时阵，伊着咱有着先传古儿童，对不对？即种学校呢，其实伫上做领领做人才个时阵，个体会拢无同款。即卖来做经理点款师哦。大家的出格方面的，咱的前人拢教我讲，啊，即阵去大陆吼，啊，迄个有几个有缘人来开智慧，拢安尼教我讲呢。第一件先问关心着你去救度兄弟姊妹无，啊，是你去遐混日子过，哦，啊，是你去遐食饱佚佗，哦，无通拢非常正正经经。那么为什么伊会来关心呢？因为咱今日到国外开放道路，毋是要派护法去佚佗的，吼、哦。啊，互阮领这天命呢，毋是要让护法。咱父亲以前常讲的，领天命毋是要让人尊重的，其实是使命甲责任的这个负担。那么伊讲，你若无点，若无救度兄弟姊妹，无点，无传三宝，无传传统文化，互人明理。袂当轻视，所以书正传到解约，啊来，
受业的。所以讲呢，而且也就是互咱讲，咱今日受用水一剂了后，咱真正会当伫拖头痛的时阵，死海相恰怀中抱，能拖久久大结关。咱前两日我注意，伊讲恁敢知影这有无舒适？你穿这个裹合同有无舒适？我发我咧想，真正做舒适。伊甲咱讲哦，死海相恰，咱伫求道的当下的不见相会的。哦，伊报这个骨头报就是报嘛，母子相会，子汉相恰。那么你这个姻缘内底，咱要用慈悲悲悲，跟咱老母娘当相会是买袂着的。但是是咱求道的当下，咱真正就是跟母子相会，跟咱老母娘相会。那么你相会姻缘之下，咱要如何再修、再学习、再改变，互咱一点的灵性？会当真正达到清净回归本位，这就是咱今日要利用咱一世人去做的一件非常神圣的事业。这是佛法一种深深的体会。因此呢，佛法自从咱八十的因缘，甲种种的因缘，佛法感受了后，佛法会使讲，伫这学习的这方面，佛法唔敢害太难。人讲愿力绝对爱念念念清净，哦，愿力绝对爱念念念清净。那么咱各位前些，什么叫做愿力？其实不是讲了去做出侪代志，而是讲像讲师安尼讲，会晓讲道理哦。对，像咱厨房的厨师前辈者，爱上咧做塑料的时阵，互我非常感心的，就是咱陈姓大个陈姓哦，甲咱陈太太拢一位大个两个徛伫伊台面路的遐个小菜哦，伫遐煮早呢，互我有时啊第一名来吼。伊有时啊比我搁较早，我想讲，我七点半咧八点到，伊甲第一名，竟然搁有人比我较早第一名。伫大内两个夫妻咧，啊，今日闹来我就，哦哦，有看到蛋生，咱甲伊拍，真正够感动诶。那么嘛，伫咱佛法比较做一个解用到一些鼓励呼吁啦吼，咱看蛋生。第一，还袂清口进前，等伊清口以后，入了四年教育，会一个大大的改变。甲咱个即种个改变，即种个信心，真正会当感动上天。那么伊伫面上，伊个生活，伫个即种种一年环境内底，相对一定改变。哦，安尼今日呢，会使讲非常的欢喜。咱有邀请伫咱道务中心哦，今日呢本来就加咱超市组长呢有人介绍，讲是三傻，其实不是三傻啊，今日是咱吴亦如讲师，因为三傻去大陆哦，去厦门啊，所以呢，伊教咱吴亦如老师伊做一个雕刻，老各位那是三傻叫。江景英讲师，哦，咱即摆讲师拢是咱德福中心的，甲咱指派，吼，甲咱指派。啊，所以伫遮啊，伊即个题目，各位先生，咱伫咱的节目内底就看会到，哦，心诚则灵，人助天助，不是自助天助吗？怎么人助呢？哎，应该题目是自助天助呢，人助天助吗？易老师。题目是这样吗？人助天助哦，你佛法高修应该先助助，因为咱修行即连连即杠杠即用用即通，啊，就是讲咱今日你着三宝生活了后，即三宝生活要安怎啊？伫你高修内底感觉有能量哦，而且咱有能量，然后你想去度人。真正看讲，自始至终会当伫这个修行的行业内底，绝对无退钱。因为呢，咱师尊老人甲咱讲，咱有三千万不离，三项绝对千千万万你拢不离。你若三千万不离，不离佛堂，净中智慧，不离经典，进入咱的精气，咱的精气会愈来愈来。唔是安尼顿顿，人讲安尼顿顿吼，逐项拢学袂下吼。啊，但是咱唔是来，唔是讲做厉害就来吼，唔是哦。就是你听了经典了，就有感受，就知影讲啊，我人生内底要怎甲经典生活化，要怎讲这经典伊心灵生活了后的经典，
伊的天意，你要怎用伫生活当中？哦，所以咱一定袂离袂开经典。讲师甲咱讲，嘛拢是经典啦，哦，嘛拢是经典。所以咧，而且互我不离先知先经验咱的观念，互我安尼常常以这个座右铭来鼓励互我家己，袂使离开文章，袂使离开经典，袂使离开先知先。哦，先知识就是讲，咱爱来奋斗，甲咱来前辈即个强修强班强修奋斗。那么你再讲修持即个人做天做啊，这个、意思就是讲吼，只要你有一点诚心，有一点真诚的心，哦，甲佛法下晡咧要讲的道理叫做白龙地主为何爱度人成全人？佛法的讲是这个啦，下晡佛法要来辨识学习的就是。不用地主为咱度人心酸啦，那么其实出自咱一颗真诚心，甲咱一个真诚的这个心情吼，要如何用咱一个真诚来温暖着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心灵，互伊拢会当甲咱做伙来学习，做伙来成长吼。所以你只要有一点诚心，你就会练啊，就人会来甲咱帮忙，有贵人。啊，嘛是对啦吼，都贵人来帮咱帮忙。那么天助，因为天会派人哦，派贵人来给你帮忙哦。所以各位先生，只要咱有一个真诚的心，其实咱今日修行学道，拢是上天爱的真诚的心。那么当然有真诚的心，嘛爱有真诚的心啦。有真诚的心，要去创啥？因为我下下晡要讲个课题，就是这個，爱去度人哦。修得这么好，修炼出一界，咱超生死脱轮回，天崩挂号，地覆抽命。各位先生，我下为着一句话哦，伊一个阮先有一个孙啊，就是小戴，锻炼咱运动啊，锻四五年，但是一直无法度人等于到先有度的阿妈，啊，即摆我下拢会常常去泉州嘛吼，伊就安尼甲我下拜托。甲黎敏，甲黎敏拜托，讲你甲电传师讲，你甲咱家妈妈讲啦，拜托来仙游，哦，给阮阿妈开智，因为阿妈86岁啊，伊袂当来到咱泉州，是毋是请电传师甲人才啦？各位先生，何话嘛毋知影仙游是伫底啊？那互你约，然后甲我约着知影，有黎敏无来？何话对泉州坐到仙游爱坐5点外钟要到6点钟？那各位先生，您拢知迄路吼，迄山路是安尼，安尼弯的啦，何况吼安尼想，半道无价啦。啊，去遐我点伊阿妈一个，因为山内到底带一个人，带一个阿妈呢，就为着要互阿妈会当伊做下咧，伊常常咧讲，常常做下咧，代表有先做讲，天崩半好，地覆抽命，只要咱有真修实的这点人性，伫往西方极乐世界。面对地府受四生轮六道轮回之苦，伊拄仔捌一句，结果迄个修心到尾车钱拢伊出来，哦，开咱个心内票可能2-3千啊，吼，因为480多个车钱人民币，本来咱是想讲唔通互伊开遐济钱啦，想想个嘛爱回了冤啦吼，咱坐车足辛苦啊，搁咱三五个有时太太，搁咱三个出车钱吼，都互伊了冤好啊，所以呢，车主是。那么伫这个姻缘内底，互我安尼想吼，伊一点的心心，为着要救度阿嬷的灵性，拜托点传师，拜托咱的人才，互阮坐车坐5-6点钟，点至少啊，各位先生，这来做生意敢会好？绝对袂好啦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灵性的心感是非常非常的舒适，何况呢，去到遐阿嬷，咱会感动好，因好我嘛好啦。毋是咱提出一个物件去，咱拢无啥物件去，吼，人阿嬷看即款无离婚去，所以对姻缘也是互咱了解讲，来互我知影好搞定。易老师，好发机会做少徛伫遮，甲咱各位姐姐分享，所以我偷偷一两分钟，好，你若人才到，我讲时间到，啊，暂时徛伫遐等我啦。好，那咧，咱就今日咱就邀请着咱易祖老师啊，我拢叫易祖老师啊，明明是我读经班的老师，非常非常的优秀。即卖是咱读经哦基金会的总干事哦，像咱后礼拜要办读经大会考，伊会使讲非常的好用，而且搁爱功课哦，爱做做些功课，而且搁爱做阿嬷哦，啊，替阿孙替弟细小事的。
真多天道拢会使讲非常的圆满，福慧双修非常圆满，嘛是一个心得的家庭吼。所以呢，伫遮咱一定会当来伫今日伊的分享了后，伊甲咱慈悲的开始了后，咱会当修养非常非常的济。伫咱修行的过程内底，咱会当更加顺利啊。最后祝咱诸位天代表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如意，咱咧都会当更加方便。谢谢。感谢你来四十杯坤道主公，乾道主公，好，谢谢你来四十杯杯开始。好，各位前贤，来多加来由咱曾田老师跟各位前贤来鼓励跟分享。吼，啊，首先咱听到咱的天马师，吼，甲咱讲了后，吼，咱就知影讲，吼，咱曾田老师去伊台用伊的修板凳，吼，修板凳辛苦，啊，伊用着伊去板凳的迄个经验，甲伊的心意。来跟各位前贤鼓励，我们是不是要一个感恩的心来感谢我们点完师姊妹，来踏起的头啊，来我们气场下面感恩师公，感恩来看来大家一起来拍拍手，好，感恩要很大声哦，感恩点完师姊妹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好都讲我刚刚讲讲，好，来是今天的刚休息呢，气力单位。好，江吴蒋师，阿林江师，丁大中，虽然话有吴蒋师，吴一鲁合成五点，吴蒋师来跟各位前贤慈悲开示。阿兰怎样？阿都家阿点阿师一个感恩吴蒋师，修办道的理念跟精神，跟各位前贤分享。所以讲，阿怎样？阿连吴蒋师在办道，也是非常的精进。那么我们现在就以